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？应唤同志呀，二大娘来了，你请坐吧。应唤同志，你请坐。还是你请坐。那咱都坐。应唤呐，我这个人呐，知道嘞，我不知道嘞。哎呀，我这张嘴呀，我水平不高，岂止言谈，更不讲方式。哎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。没有。那就请你原谅我吧。二大娘，还是请你原谅我吧。哎，那咱都原谅。英华呐，你真没生我的气呀、啊？真没有。你要真没生我的气，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嘞。哟，二大娘，你也学会客气了，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？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？这一回可点着你的拿手好戏了，俺外甥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，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。行啊，那再写吧。好。哎，锦席，我的身体三年虚，胃病皆无，众称我老当益壮，少爷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，丰收在望，万物新年。完了，完了！哎，你写上，我的身体呀可结实了。这上面有啊。哦。我的身体三年虚，胃病皆无。哦。野草王的苹果给他写上。受苦人的爷爷你也给他写上。哎，对了，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。这不值一提，就这吧。那中啊，嘿嘿，我走了。还是没听懂，也没团结住，真啰嗦。
那好，那你歇会儿吧。不用你管。隐患，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啊！我马了医院，我个人的前途，我的远大理想，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，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，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？你爹先进，你娘进步，一辈子光荣，你伟大，我跟你比啥了？你看你说的啥话嘛你？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考剧团去。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做老板娘才个人有心爱。银环，到底有啥想法？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才心事多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你伟大，我渺小，哪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。你还叫我说话不叫？我也没板子堵住。你咋？银环同志，一五六，你。少了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Yeah.
有口气，不忘闺女，给你个手电筒好照明，给你双脚鞋好缠你，我的马都有羊驼带，天长地久心有愧，恨不得一步走回去，恨不得嫂子叫着真讨厌，不叫就算了，你怪啥了怪？令芳同志，乔侄儿，又在这儿多嘴多舌了，还不快出去！我心啊
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。走。你看，我也没有啥好东西，这条围巾留给乔振用吧。他用不着。我在恁家住了这么多天，给恁添了不少的麻烦。大娘，我给恁撇下几块钱吧。这用不着，我又不是开店的，你就是在这住一年，我也不要钱。好好想想，走遍全国千家万户，谁不吃谁不喝，这谁不穿谁不戴，天大的本事，地大的能耐，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呀。南京到北京，工农上学兵，县干部省干部，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。啥叫光荣，啥叫屈才，我实说一句吧，你年轻轻们别拿错了主意。你等等，我给你落点干粮，你带着。Thank you.
切
是啊，你忙走我再说几句话，我祝你顺利到俺家，给你个竹篮做纪念，带几块零钱做吃喝茶，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，带我问候你的妈妈，我的同志啊，咱再见吧。转发小猫，嘿嘿，哟，我也在呀，嘿嘿，你看我到了县里，去看好东西，这一瓶名叫一爹儿王，这包名叫头羊嘴，头羊嘴。完全都是咱们的造化，用的是麦油，还分的庄稼一文，结结账瓜果一文，香菜儿吃这可是点着恁的那手气啦。同志要走了，为啥呀？在农村取材料，干农业不光荣。银欢，这是真的呀？我，哎呦，银欢呐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生下来孩子不上几年学，生下来闺女不读几天书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想种地了，都这地还让谁种嘞？人还咋活嘞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？银欢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、财贸卫生，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？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，不光荣。嘿嘿，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的，咱这山区里啊。这生漆桐油木须药材猴头木耳李子核桃，多了多了，哪一样不得一个新种方法来生产的？哪一样不需用恁那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？来请书，我不说了，孩子，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来请书，你别表扬了，你越表扬我越难受。哎，我说的都是心里话。不是给你戴高帽子嘞，来请说。银欢，给，
麦子香过来了。来，请叔。啊。俺妈有病，本来我想回去看看，现在我不回去了。你妈有病啊？谁说了？他来信说了。哦，那得回去看看。不，我坚决不回去。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啊，不能跟你妈吵嘴。你虽说是她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啊，她代表咱山里人了啊。哎，有话代问你妈好啊。哎。请叔，二大娘，哎，恁都回去吧。好，一花，给，哎，一花，来，把这苹果跟着妈带着。哎，什么？栓豹啊，还不快去送走。哎哥，快去快去。哎娘，给去吧。哎你快。哎土人了，妈就知道你要回来，给你做了件新衣裳，来试试。哎，那咋不动了？病了？没有。那是咋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山包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，不是？看看。看看，对了，你年轻没长心好歹，好歹想宠你别无争啊，说没病啊，也有点小病。你这一回来呀，妈这百病都好了。你到底有病没病？哎，那还不是想你了。你要是没病，我走了。为啥？我看不惯，听不惯，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。好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妈。有了病，催我回来，找
你敢弄爷我永活，可就是赌你常年两分割。谁在这儿有个喝一天两趟，有伴说你要笑他看看你，我要笑你，你去看看他骂一骂在不在。Yeah.
爷吗？嗯，啊，哎，山猫，啊，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，整天香山盼山，谁知来到了山区，干活腰疼，上坡起喘，又怕山，讨厌山。是啊，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。是啊，我们改造了山，山也改变了我们呢。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的时候，是这儿也看不惯，那儿也不顺眼。现在别说是穿过的人了，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。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，是怕我咽不掉泪，心也要流泪了。嗯，三宝，哎，娘，哎，娘，来，娘，哎呀，娘，慢点，哎。哟，这衣服脏了，我拿去洗洗。哎呀，娘，娘，我的娘子不要这样做，你这样我心里实在难过。下乡我不能照顾你，一天到晚叫你照顾我，若是别人知道了，没空没门辛苦，我难为婆婆。银环儿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媳妇，你多做工作。现在本是新社会，说什么婆婆不婆婆，我帮你你帮我，咱能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哪一个敢把那鲜花扯，我拿他的嘴里去打梨树，我拿他的嘴里去打梨树。娘，哎呀，只准这一回了。咋，给娘下命令了？哎，欢呐，啊，娘想给你提个意见。意见？啥意见？娘坐这说。哎，娘说吧。我哎呀，你宽呐，你看看你也不小了，双胞也那么大了，抽空啊把那俩的事儿给办了吧。这孩子你是笑啥的呀？娘，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，没想到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，给队里出力不大，添麻烦不少。娘，现在都提倡晚婚了，再等个三年五载，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，到时候你就是不说，俺该办也就办了。哎，这话。跳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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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办呢？啥事儿啊？你嫂子他妈又来了！啊！嫂！嫂！嫂子！啥事儿？嫂子！啥事儿？他妈他又来了！啊！谁说的？二大娘说的。乔真啊，你先别给咱娘说，我过去看看啊。啊！哎，还让我干啥？快叫你娘去！啊！哎，翻山翻山！
今天咋来这么早啊？啊、哦，我昨天歇到露店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这几天不见，这朝阳沟就真大变化。哎，啊，亲。亲家母，哎，这来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带点啥，来就来呗，还让你花钱，收下吧，收下，收下。哎，老嫂子还认识我吧？那咋不认识了？咱老姊妹俩还抬了几句杠了，不是？我早就忘了，想闺女了吧？来看看她，亲家母，哎，快坐，哎，坐。请江母你坐下，咱们说说知心话。走，请江母咱都坐下呀，咱们随着那拉一拉。老嫂子你到俺家尝尝山姑的大西瓜。直到你心里常牵挂，从而没有带被子，他舍弃慌忙离开家。你到他家看一看，我的什么他的什么，做了一床新铺盖，新帘新表新棉花。在家没有种过地，他一次锄禾也没有拿。Yeah.